干青苔。了不起了不起，第二个球打起来，对对对，让他走一个路线以后回到一个点，然后让他跳起来。对啊，这个难度非常高，这个难度真的很大。先会用这颗球击打那个黑球，嗯，然后打出一个旋转来，那个球会在原地转，嗯，但他停之前要把这些球全部打掉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来看看丁俊晖，最后一个台，机关枪。你看，而且那个时间掌握的，最后一球入洞之后，那个球啪慢慢的停了下来，而且所有的过程都特别平滑。对啊，